我们现在介绍这道菜为古香三酥。首先，包装打开来，里面有三酥、豆豉、蒜碎、辣椒。自备的调味料有沙拉油2大匙、盐巴、味精各1小匙、水100cc。首先，我们锅中先加2大匙沙拉油。爆香蒜碎及辣椒，等香气出来之后，加入豆豉，等豆豉爆香之后，放入三酥，略微拌炒之后，加入水100cc。等三酥软之后，加入调味料盐巴、味精各1小匙调味。拌炒均匀之后，即可起锅。我们古香三酥完成。